初次迎财神，大家都要来抢钱。高雄旗山就有一间财神庙，把钱还有金元宝和金蛋等等的发财金放在大龙炮当中，那么炮一炸开，发财金就从天而降。为了要求好运，信徒抢翻天。大龙炮一炸，财神爷给的发财金从天而降，民众惜家带眷，大人带小孩拼命捞。哎呀，快闪，差一点被踩到。看看大家抢成一团，真希望把好运抓进口袋。你抢到几块了？对啊，哦，感觉很好。哦，100块。我觉得很开心。还不错。感觉啊，对。要爆了。好玩。初次迎财神，最近在高雄旗山的财神庙有够热门，不止财神爷会从天而降送你红包金元宝，还能摸摸财神爷专点财运进门来。因为是专求偏财运的庙，庙王说如果想要中乐透就来拜拜主管偏财的韩信爷，据说爱赌的、欠钱的还有破产的人一定要来拜一下，会让财运起死回生。只是如果真的倾家荡产赌下去，恐怕财神也难保。记者郑盈萱、谢崇道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